所以要怎么抱？要最后抱跟亲一起来就好。我先要抱好一点，扔完然后就抱。哇！他就把他抱 ，OK， 他是可以接受抱的啊。来抱一抱，好像杀气。再温柔一点。半斤八五年长。亲他，亲他啊！我真亲啊！不要吧，他会挡住。不把花一扔，然后抱他吗？先抱一个，对，抱是可以啊。然后再分开。你先不要说 no， 这个时候理论上就要亲了嘛。对啊。二三，还没到那一。对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好。